财务诊断大确信，让你少奋斗十年。47岁的台北市政府雇员李厚仁已经做了20多年，但是省吃俭用大半辈子，财务压力却排山倒海而来。先是住了20年的房子漏水又发霉，大大小小的家电也已经快不堪使用。老爷车不但耗油又常抛锚，甚至有安全的疑虑。儿女又即将毕业，他希望能给他们每人至少80万元的成家基金。这些零零总总加起来要300万元，好不容易存下来的268万元根本不够。但是经过财务健检后，发现你家的负债比率只有2%，担保负债比率也只有3倍，高风险投资比率甚至是零，储蓄率高达12%，都表现不错。但财务自由度则是4.8%，远低于绿灯的标准，应该要80%以上。因此，生涯理财计划书就以增加李爸爸唯一信得过的中华电信股票为主，从十几年来陆续买了10张，提高到每年加买2张，这样预计到李爸爸63岁退休时，可以存到40张。假设每年配息5元，光是这样就足以应付李爸李妈每年的旅游费，还可以马上改善房子、电器，隔年换新车，甚至63岁退休前，即使薪水都没涨，也能坐拥900万元现金。以及退休后每个月6万元的生活费，李家一家人从原本谨慎的不敢花钱，变成有新修好的房子、新买的车子。更重要的是，不再担心害怕财务问题。想要财务自由吗？你也可以试试看。